第一个作用就是调节体重。如果你在健身房试过了，你在减肥中心试过了，各种直销产品你都试过了，你已经试过了所有的方法，你真的想找一个减重最快的方法，辟谷可能是成本最低的，值得你尝试的一种方法。第二个作用就是能够美容养颜。你在辟谷之前一定要摸摸你的脸，记住这个手感，三五天过去了，您再摸摸脸，发现蹭的一下就滑下来了，脸上的痘痘没有了，油没有了，皮肤变得光滑细腻，这就是辟谷养颜，您知道了吗？